哦，同学们，大家好。刚才老师跟大家进行了简短的打招呼。我们这节课要给大家讲提建议的句型，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 how about，另一种是 what about。是老师刚才给大家说的 how about you？I am fine too。你怎么样啊？这也是一种表示建议的句型。好，before we start，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句子说的是什么呢？How about having some sweets？Next up，what about having some sweets？看一下这两个句子哪里不一样呢？只有第一个疑问词是不一样的，在这里，how about？跟 what about 意思是一样的，都表示做什么什么事情，如何，怎么样呢？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句型。第一个 how about 后边可以加名词，比如说 how about the books 这本书怎么样呢？How about you 你怎么样呢？还有 how about 动名词 how about having some sweets 吃一些糖果 having 表示吃的意思，用的是 have 的 ing 动名词形式，表示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是人物怎么样的意思。看这个 how about making a cake on Teacher's Day 在教师节这一天。做一张卡片如何呢？大家看这个 about 后边加的是动名词，动名词就是在动词原形后边加上 ing 形式。我们再看 what about 呢，跟 how about 是一样的，也是可以加名词、代词或者是动名词，表示这个事情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句子，What about having a dinner on Mother's Day？这个句子在 about 后边，在 what about 后边加的是动名词 having，表示在母亲节吃一顿大餐怎么样？好，同学们，现在跟老师一起看一下这些选择题。第一个，How about to the park on Children's Day？在儿童节去公园怎么样呢？我们说 how about 后边加动词的时候是动名词，动名词就是在动词原形后边加 ing，所以选择 C 选项。好，同学们，我们这节课主要讲了什么知识点呢？主要讲了 how about 跟 what about 这个句型表示提建议，这两个疑问词后边都可以加名词、代词以及动名词，表示这件事情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如何呢？好，同学们，这节课老师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See you next time。